应该要保时间，所以有了小孩之后的差别就是有很多的小孩时间，然后这个是他们的育婴室。然后啊，育婴室还有微波炉，很酷哦。他们这边叫 parents room，在上面，然后这栋啊是女性的办公室，所以男生厕所很少。很有趣，快让我出去！